你说的也对，反正女人嘛，女孩子跟做女人是不同，肯定要区别的，特别是你生了孩子以后，然后容易病了啊。也是这样的，是的，肯定跟做女孩子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肯定不一样了。我跟你说，以前啊、走到哪里，他们都说，哇塞，美女，哇塞，美女。现在走到了你，这个是谁？这谁？这谁？以前的回头率百分百的，现在是没有回头率的，现在就是零。所以你们这里好好哦，啊，这环境还不错，好合适我在这里散步。那你要多过来玩一下啊！我也想啊。他现在不是在家没事吗？然后你就多过来吧，反正我在家也无聊。这段时间又没有农活干，是吧？嗯。嫂子，你不要夸我了。嗯，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也说我很漂亮。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的，我知道我现在又胖又黑又丑，而且每一天还生气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那个人啊，天天惹我生气。都说了叫他别惹我生气了，天天惹我生气。回家揍他！你叫他，你叫他做一下这个，你是不是做啊？你叫他搞一下这个，你没什么？你天天惹他气都气不完。我跟你说，特别是那天啊，我跟他说，我说我想吃榴莲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他结婚那么久，他都没有痛痛快快的说买一个榴莲给我吃。那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想吃榴莲了哦。嗯，很大气的说买，你还买了个榴莲吃，我都没有吃啊。确定吗？可以了，我在家都没有榴莲吃、而且还是在网上买了99块钱。可以了，99块钱可以的、我现在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是我无语完了。我现在看见他我就想揍他，真的，我看见他我就想揍他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还说没得吃、那我还不是一样没得吃。他说买回来这么小小的，他说不够秤，他就把它退了。那还开始很豪气的说，我给你买一个榴莲吃，结果毛都没看见。可以了，你们家那个都给你买个榴莲吃了，我们家那个毛都没一根。问题是没有吃到啊、退了啊、只能看不能吃。所以他就买个榴莲回来给你看一眼。哎呀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，不采白不采，采了也白采。这个是不是那个芥菜？不是，跟那个芥菜很像。可以，没事，多过来找找。